S.E.又有超级新人登场，片商说她不只是个美人，而且还是最好的女人。她叫优沙有珠，出道做番号是SSIS418。 她来自兵库县，今年20岁，身高162公分，有 G 杯，拥有模特儿等级的身材，是个漂亮的女孩。片商对她非常有信心，给的剧照全都是美美的照片，而1分多钟的试看影片，连她的声音都没有，你想看的依然不会给你看。 这神秘感完全是异能人等级，是超一流的新人才有的待遇。前一个这么操作的是社群超过400万追踪的 安培，可见优沙有珠不是一般的强者。片中她的脸和封面没有太大的区别，长得甜美，笑容美丽，个子很高，比例完美，确实是模特儿等级的身材。 还有优沙有珠，前面不算小，也很自然，是标准的美少女。有一些漂亮的女孩看起来没什么问题，一张开牙齿就不行了，但是她就没有这个问题，牙齿蛮整齐的。工作的时候虽然有些紧张，但是能很快进入状态，眼神温柔，表情十足，声音也不错，看起来很好的。 还有口的技巧，肯定有好好训练过，好像很享受那样的感觉，既可爱又美丽，演技超出预期，还有奇迹般的好身材，难怪片商说她是 S.E.的新生代女主。有喜欢这位超级新人的，不要错过了。大家觉得新人优沙有珠怎么样呢？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。另外，也不要忘记订阅本频道，同时开启小铃铛，及时观看最新影片。